先嗱，我哋嗰集咧就讲呢个天水围，我哋见到嗰啲偷渡啊，诶咩蛇头啊，咩点样斩蛇啊，其实未讲完嘅，真人真事吓，未讲完嘅，嗯，仲有大把有得讲，但系打住先，停一停，但系有机会咧，如果啲网友中意嘅咧就 P.M. 啊，我哋巴打台吓，咁、啊、我哋啊。又继续讲，咁今集我哋讲咩咧？就我成日同你做节目咧都有讲噶啦吓，我哋学功夫。你好想讲呢辑嘅？系啊，其实我就好想讲呢辑嘅，因为我由细到大都好中意功夫嘅，吓、啊，即系武术啦，系啦、啊，国术咧，系国术啦。咁我哋僆仔嗰阵时咧，由几时开始对佢有兴趣嘅咧？几时？譬如好似你咁，我十三岁咯，嗯，见到啊十二三岁李小龙嗰阵时咯，嗯，因为李小龙死嗰阵时我系14岁咁啊，我好记得噶嘛，嗯，即系同香港即系嗰个年代啊，大部分嘅人都一样，嗯，功夫热就系由李小龙系啊，李小龙开始，所有人无论你嗰啲人系点样带到点样咧，嗯，戴副太阳眼镜，发型，嗯，着嘅衫裤，嗯，行路。连行，尤其是行路嘅姿势都似佢嘅，嗯，系咪啊？嗯，个个牙牙下好似生花柳，即系仲有咧，嗯，得闲捽下个鼻，啊，好有型啊，冇错啦，捽个鼻，系啊，所有人都中意学佢嘅，嗯，咁啊由佢开始带动咧吓，咁啊跟住有好多功夫明星啦，跟住啊关于起脚嘅谭道良啊，嗯，啊好多啊，跟住又有咩黄道啊，即系。即系王正利啊，嗰啲啊，王正利啦，跟住之前嘅有狄龙啦、戚冠军啊、傅星啊嗰类，嗰阵时我就系就，但系我对跆拳啊、空手道啊、空手道我就学过两晚，交咗学费，学咗两晚，冇兴趣，咩原因咧？系咪种族问题咧？唔系，情有独钟嘅啫，呢啲嘢，其实你而家叫我去学咧。可能有兴趣的，但是那阵时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兴趣。就算你的人教我，你都知道啦，我学功夫没有兴趣马字马的。我有啊，好辛苦。即是我对那只脚呢，怎样 飞到上顶啊，怎样成呢，即是你不重视咯，不是很重视这些脚基本的东西的。那阵时学象牙挑黑，夜晚收了工。就无所事事嘅，咁啊去学功夫啦。其实我就由细到大都中意打交，我惊人挑战我啊！我其实真系打交真系未输过，我一个打两个又系咁。鸡蛋啊，人啊，鸡蛋啊！你咁样讲嘢搞，你睇我样几严肃，唔好嬉皮笑脸。好，继续啊。咁啊，到大个越大咧，就越冇交打噶。咁啊，跟住咧就哇，对功夫好兴趣。我学功夫嘅原因咧，唔系我觉得要好打，唔系要好强嘅，系真系咪？其实就你学咗之后半桶水，你先会好强。因为成日想试下我学嗰啲嘢得唔得？嗯，啊，咁我咧就跟阿赵志玲学嘅，我相信好多人都识噶啦。洪拳正宗咧，真系洪拳正宗。香港有两个人最出名嘅嗰阵时，一个就刘家良。你冇机会跟佢学嘅，佢亦都唔会，佢唔会收你做徒弟。佢嗰阵时刘家良嗰啲，我哋即系因为我哋嗰阵时都成日去人哋嗰啲馆嗰度噶嘛。嗯，但系我又好似有七星螳螂啊、朱家螳螂啊、蔡李佛啊、洪胜啊、北胜啊、蔡李佛啊，但系我哋就真系好似冇刘家良嗰啲馆嘅，系咪我哋唔识嘅？可能真系我哋唔识啊。如果唔識咧，就對唔住啊！因為我相當尊敬啊劉家良師傅嘅，即係除咗我師傅之外嚇，好睇，打得好睇，打得真係即係同我哋嗰啲好似啊！有型有格，真係啲馬步啊，各樣嘢，你即係睇住佢做咧，你就賞心悅目。只可以用先四個字嚟形容嘅，即係賞心悅目。你睇完佢先知道洪拳係咩嚟，冇挑剔嘅嚇，冇挑剔，你先知道乜嘢叫洪拳係嚇。咁啊，趙志玲當然巴閉啦，因為當時嘅趙志玲咧，我跟佢學嘅時候咧，已經好多徒弟噶啦。喂，咁啊講翻啦，
我怕啲網友唔知邊個趙子陵喎。嗯，功夫嗰、那個啊，周星馳裏邊工做嗰個裁縫師傅，扮乸型著條紅色底褲，嗯、一揈起兩隻手咧，啲竹竿一揦落嚟咧，成隻手呢啲圈圈嗰、那個，嗰、嗯那個就係我師傅趙子陵啦。咁、嗯、啊，當時咧就。我都唔係好記得點樣識佢嘅，點樣係係點樣入呢間？我去學嗰陣時就你介紹我去嘅，不過我嗰陣時就學咗幾堂啫。嗯，因為嗰陣時又係啦，學師仔百五蚊個月，坐八毫子車啊，五毫子車落去翻嚟又，我記得嗰陣時30蚊一個月嘅、嗯，學功夫嗰個學費。嗯，咁我嗰陣時我覺得你打得好好睇嘅。嗯。好好睇嘅，你嗰陣時都學咗一段時間，我、嗯欸、不如咁啦，你教我啦，我就唔翻去啦，慳、嗯、得就慳啦，係咪先？其實嗰陣時咧就唔係佢喎，好多人跟我學嘅。嗰陣時我哋喺大排檔賣咖啡茶咧嚇，咁啊有班僆仔咧好細個小學嘅啫，咁啊住大環山嘅，嗯，咁啊。跟佢阿媽啊，佢成日落嚟食早餐啊，各樣嘢咧，識得我咧又好中意功夫嘅。就我一喺度咧，夜晚黑咧就圍住曬我教噶啦，要教噶啦。啊，嗰陣時我真係早就黐咗線，咁咪直頭係黐咗線。冇黐啊，係啦，功夫黐係啦，功夫直黐咗線嘅，總唔知就由早朝頭早瞓醒開始練，夜晚又開始練。咁佢翻學係一三五嘅啫嘛，我任何時間都係除咗。即係有陣時同你哋去玩啊之外啦嚇、嗯，我就係、是、練功夫啊，冇其他嘢嘅。總言之就係練功夫。好啦，我哋今日其實講唔係講我點樣練功夫，嗯、啊我咁奀咁瘦，嚇唔係講我點樣練功夫，我係講而家嘅人睇到我哋睇到嘅功夫係點樣嘅喎，好少睇喎。而家睇嗰啲咧，即係講國術嚟講，你當然唔好講。而家嘅散打啊、泰國啊、嗰啲搏擊啊、嗰啲啦，嗰啲梗係犀利啦。人哋嗰啲係針對性上擂台比武嘅。我哋嗰陣時學功夫，即係話學到功夫，驚俾啲爛仔恰。嗯，啊，到時起碼即係打得兩嘴啊。嗯，啊，本來俾如果我唔識功夫嘅，可能俾佢四五個打到重傷嘅。嗯，咁我識功夫嘅。可能受輕傷嘅啫、啊，或者打得或者打得幾下咧、啊，打得幾下咧就走得甩咁樣係嘛、啊？以前學功夫冇話，即係如果大家遇到大家都學功夫嘅，夠唔夠打咧都未知㗎，係咪先？即係我哋話係誒學咗功夫，遇到啲以前好興嗰啲飛仔，話飛仔啊嗰啲。啊，一埋一見到你兩三條僆仔，我幾條僆仔咁啊，走嚟問你邊度啊嘛，未問你喺三口中三隨㗎。嗰啲黑社會啊嗰啲啊，僆仔喺邊度㗎？啊，無端白事打三隨啊，又話要響賭啊咁㗎嘛。啊，咁啊，其實我哋講你哋學功夫咁諗啫，我唔係嘅，我係純粹係中意嘅。嗯。啊，我冇諗過咩黑社會啊，喺街俾人盤問你邊度俾人打身啊，完全冇，純係中意。我啲世人就中意幾樣嘢嘅啫，女人啊，女人就唔講住啊，我覺得都好似唔係好犀利嘅，即係畫畫、功夫、唱歌三樣嘢。咁啊，嗰陣時學功夫咧嚇，即係又講下自己些少天才啦，包括趙志玲都係咁讚我噶啦。我都係覺得你係好有天分啊，趙志玲都係咁讚我嘅。我学了八个月，学晒、哦、八个月、哦，系啊，好犀利啊！咁啊，跟住再交两个月学费，已经冇嘢教你咯、哦，咁点啊？咁啊，赵志玲同我讲啦，不如咁啦，我唔收你学费，你喺我度做助教啦。嗯你逢一三五嚟咧，因为一三五咧主要都系一三五啲学生嚟嘅吓，咁、你就喺度做助教，咁我教你中医，教你切打，因为当时咧嗱，佢真系好出名噶吓，当时系佢点解出名嘅程度系点咧？嗰阵时好多嗰啲功夫明星，嗯，因为我哋喺度练功夫咧，好多明星上嚟嘅，嗯，
成龙啊，成龙嗰时出名，未杨盼盼，嗯，傅星，嗯，戚冠军，嗰啲成日上去我哋嘅嗰间馆，同我哋嘅师傅赵志玲喺度倾偈噶嘛，啊，包括同阿成龙拍嗰套《龙少爷》。入面有个是不是龙少爷定是师弟出马呢，他师弟出马入面做他师兄那个韦伯，其实是我们师兄来的。嗯。好流的。我想我的师兄是最流是他的。喂，不要开名字。开名又如何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几十岁了，咪大家红拳他咪切磋两下咯。他也不是讲他，主要不是讲他。因为他学的时间很短，就是我师傅讲的。嗯。啊，学的时间比较短，但是他就入了戏行了。那你多少有啲根底啦，咁咪拍戏咯，系咪啊？咁我师傅话嗱，你跟咗我七年之后，我就教你切线拳。切线拳系咩嚟噶？洪拳之宝。之宝系啦，洪拳之宝，即系你最后你可唔可以开馆授徒？即系你赵之灵授徒乜乜乜某某某。洪拳正宗咩咩，洪拳正宗系啊，洪拳正宗要佢同你写落去，要佢系啦，你唔系自己中意啊，挂个牌上去噶噃，系啊，所以我哋嗰阵时我阿师傅，我学功夫系兴趣嚟嘅啫，我真系冇谂过要开馆，第日要接馆授徒啊，要点样将洪拳发扬光大嘅，我系纯系兴趣嚟嘅啫，啊，咁啊，于是乎就。可十个月之后冇学啦。如果你继续喺呢行发展，喺呢个武术界发展嘅，我睇而家你响当当啦。你睇下而家嗰啲武师嗰啲嘅师傅啊，边度开张啊，马会开张啊，摆十零条师入去啊，又收过百万啊。咁啊，尤其是跟住民建联啊，更加易揾食啦。啊，你入民建联就得噶啦。咁啊，讲到武师啦，咁我又系冇兴趣噶噃，我又冇兴趣，我真系中意学功夫嘅啫。嗰阵时街艺电视啊，街艺电视啊，即系阿郑裕玲初初入去做嗰度啊，嗰个电视台啊，啊街市，即系商台，阿何佐之又系佢做老细嘅。嗰阵时过年佢哋做联欢会啊，定咩拍特辑咧，就请咗我师傅咧就去舞狮。咁我啊，人哋啊打鼓又成舞狮好有型，我企喺侧边打锣嘅啫。嗯，即系我对打鼓啊，嗱，你打鼓叻过我。我打鼓梗系啦。可能你舞狮又叻过我。嗯，我对呢啲冇兴趣嘅，我纯粹就系中意玩功夫。啊，你同我有一样又系唔中意系咩咧？唔中意玩兵器嘅喎。系啊。边度揾到张桥凳出嚟啊？即系我哋僆仔嘅时候有嘅，大排档啊坐桥凳嘅。系有。边度揾到桥凳出嚟啊？即系我哋会谂，屌你咪打交，屌你边度揾碌棍啊？边度揾把刀啊？边度揾个锄头啊？嗰啲兵器啊嘛。系啊，用关刀仲离谱啦，系嘛？系啊，仲离谱啦！我同你嗰啲都系一样，唔中意玩兵器嘅。系啊，但系兵器我都学晒咯，真系冇嘢教你。嗯啊、你所有嗰啲套拳啊，冚唪唥学晒咯。我最出名最巴闭啊赵志玲都哇，你唔系啊嘛？有冇搞错啊？四晚学识到虎卧双形、啊，嗯，四晚学识到虎卧双形，点解咁样讲啊？佢去日本表演，临入去日本之前咧，佢又开套开拳，因为嗰阵时系师傅开拳嘅嗱，我教咗你三招、四招、五招。叫做帮你开拳，由第一式开始，咁、嗯、其他师兄弟咧就可以教你啦。系啊，系啦，系啦。哇，好长嗰套虎卧双形，嗯，四晚学晒，唔知系咪四百几式我都唔记得。其实佢左右啫，嗯，其实就从有啲招式系分咗左右，左手右手咁啊，即系重复咗嘅，唔系啩？四晚系啊，四晚。咁啊，卒之佢去完翻嚟咧，大概两个礼拜到啦。咁我师傅，我学完唔系啩？学完，嗯，系啊。咁啊，我哋有大师兄咁啊，几个师兄咁啊，系啊，佢学晒噶，得唔得噶？吓话佢咯。嗯。点考啊？耍俾佢睇啫。吓，耍俾佢睇咯。嗯。面向东南西北四个方向，嗯、即系一套拳耍四次，嗯、完全冇错漏、嗯，马步冇错漏。
打出嚟嘅拳啊、爪啊、學嘴啊，乜嘢都冇錯漏，有勁又有勁，虎虎生威嘅，冇得彈你喎。嗯，啊，咁又開套拳啦，因為你交學費噶嘛。喂，我學完一套，你就要教我第二套，你快過一頭啊！啊，你咁快脆，咁我又唯有下一集。女士嘅頭髮唔夠強韌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機、地中海嘅煩惱。找啱一隻洗头水是很重要的，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，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